三十，真係唔好過三十。你真係要記住，你揸開，因為放暑假就你梗係冇學生嘅話咧，你可能會揸到五十啊咁樣。雖然五十呢個係市區嘅一個嘅正常嘅速度，冇錯。但係如果你去到校區咧，係要減到去三十嘅。就算冇細佬哥過馬路，冇任何車，你喺朝頭早八點到晏晝五點呢段時間經過，都係要三十咁過㗎。OK， 記住啊。無論你有冇人行，嗰、那個時間內係冇，你咪傻㗎你。因為我哋一路都報緊交通嘅時候，我已經睇到好多啲相嘅交通聲過嚟咧。嗰啲警察已經係遞緊牛肉乾，我諗九月份咧對啲警察嚟講係好肥潤嘅一個月嚟，豐收大豐收。好多時啲人話咧，警察抄牌嗰啲告票唔夠高塔咧，就係嗰啲 stop sign 揾下人啊，校區啊，下一陣又月中啊，嗰就好啲嘅，月頭月尾啊慘喎，哇俾佢 charge 到咧。除咗校區咧，有好多時候咧，你都要留意咧，有一啲叫 playground， 嗯，即係嗰啲操場咧，原來都係三十公里，而且操場嗰個咧